记得吗？你第一次来玩狼人杀是我找你来的。首先我要澄清一下，我是一个创作歌手。我也是一个创作歌手，但我特别爱玩狼人杀。没料到上了那一次之后，现在可以在这里复盘。看风泽跟林九谈恋爱，看我们相爱。你玩狼人杀是一种享受，而且看要跟谁玩。对。永远的一直被绑在一起。三的就是 CP 值是最。CP 不是我跟你是 CP 吗？CP 可能带有一点感情。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开心的一句话。如果是我跟你们，我们两个在一起。你说我在想，其他玩家看我们这样子放的时候会觉得很烦。他不会自己转台。从那个五跟九这样子，你就是说对吧？反正总之呢，大家，这什么？你的衣服啊？对啊。满头是血。好人啊！我觉得。我觉得这样讲话不行。把这个都搬走，我们坐同一个椅子，这样子。为什么一定要我坐远一点？为什么？打喷嚏的时候就是说有人在想念你，这是真的吗？可能是文静，对，在看文静的时候，对，算是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跟你们相处过，之前的事情呢？之前的事情，对啊，对了，但是每次看我在节目上，如果跟人家有这样互动，你会吃醋吗？不会，因为我知道那都是效果。还是我的梦想，你都知道。你有在想我？不要跳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跟我沟通？可以直接跳吗？这一趴不想看了。啊，来，没事没事。讲话都讲不清楚。哦哟，风泽，姐嫁过来了。所以是男生的你。我就想要坐在场上跟我师父玩不行吗？我不可以坐在那里闭眼吗？所以我们不只是朋友。师父的最爱是什么？超神秘。我还是选风泽。下辈子希望还可以继续当 APG。眼里就走彼此，你们都忽略我。我打问号。小小，我们突破这个心防。加油加油！我不能在公开场合对你示爱。可以的 ，You can do it。我真的爱你，爱你，爱到身不由己。先这样就好。